十位挑战者战神尼古拉。好嘢，尼尔！而家全个天界咧，最好打几个已经俾你打走晒啦。但其实呢一个海神系咪真系想嫁呢？是啊，系想嫁，不过我想嫁的对象就是佢。你睇下呢个咩嚟噶？吓，原来佢就系你20年前救过嗰个男仔啊！之后咧就不断写情信俾你，入落个樽入边抌落海嚟送俾你啊！嗯，浪漫咧就好浪漫咯。不过佢系人咧，神系人咁啊点啊？我而家连神都唔要做，我决定要做个普通人落去揾翻佢。你啊，咁佢系边个嚟噶？你边度揾佢啊？佢是一个船长，叫做阿里。这封已经是我第4625封信，我真的很希望他会收到。我们开工了。再次远去挑战，已惯天半渡河路，全无我个少壮，你我八分马七可拥抱，船闹已放妥当，心里快慰精彩的起舞。船长的经验最好，阿里号偏远也亦开到，船只现配备好，浪里探险我抵受狂潮海涛，航线现计划好。开天辟地来寻求前途，情绪越涨越高，共你探险我抵受无穷辛劳，航线现计划好，赴远处开天辟地来寻求前途。各位水手，我哋千祈唔好执漏嘢，听日就出发。寻这方那方都不怕变空等，不管
心把啦！喂，阿伯，你乜水啊？阿伯，我唔系阿伯，我系阿爸，我系阿里巴巴。吓？你系阿里巴巴？做乜讲？系啊，我叫阿里，佢系我爸爸，咁佢梗系叫阿里巴巴啦，唔通阿里妈妈？你哋快啲走啦！我个仔系绝对唔会中意你哋噶。嗱，如果你再唔走咧，就轮到我追你哋啊！拜拜。唉，系啦，仔仔，你成日将啲情信放落个樽，抌落个海度，究竟搞咩啊？你唔好理我啦，爸爸。如果揾到中意嘅，我会带翻嚟见你噶啦。唉，真系冇你收。咦，仔仔，不如就呢个啊，呢个几好喎。仔，阿爸你唔好烦我啦。唔系咧，你睇下先，你睇下先讲啊。过嚟，过嚟，过嚟，小姐，爸爸又嚟，呢个就系我嘅仔阿利啦，佢好叻噶，识好多嘢噶，嗱，识得写情诗啦，识得唱歌啦，仲识跳舞添。唉，阿仔啊，你咪啱啱练嗰只咩舞啊？啪啦啪啦，啪啦啪啦，咁你仲唔快啲跳俾呢位小姐睇？呢度系咪要请水手啊？做水手要识得游水噶噃。喺好多年前，喺呢个海度，我救过一个小朋友叫做阿里，唔知咁算唔算识游水咧？咁你有冇收到佢寄俾你嘅信？足足有4260封咁多。真系你。我終於都找到你，我希望明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出發。此愛滿在八達城內，可將真的心笑意滿意驚喜帶來，以每點愛去貫穿你夢懷內，心中臉上笑著滿是神采，美麗故事創造未來，也是存在，可将天仙般美满爱侣都显忍耐，纵有魔法也至爱信实能耐，缤纷美梦兑现似像虹彩，快乐故事创造未来。